喂 ，Playmat 玩咩好？边度好玩？我哋去玩。深圳嘅室内游乐场越开越多，由远到近，大到细都有，大部分已经去过玩过。临近圣诞节，系时候安排活动，带小朋友去玩足全日啦。一年前去过嘅一间室内潮玩区，已经加入咗更多嘅游玩设施，相信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到乐而忘返。想知道加入咗边啲新游戏？记得跟实我哋去玩啦！事不宜迟 ，Let's go！ Hub DX 系喺深圳宝安区，喺深圳湾过关，直接 call 车过嚟，20分钟左右，大概20蚊车费。每次星期六日喺深圳湾过关 ，call 车都要等到天荒地老，仲要加价。不过年底地铁13号线开通之后就方便好多啦，可以喺深圳湾口岸搭地铁去到5号线宝华地铁站，行到去 B2 出口就可以直达前海洽天地。在内雪的茶隔离门口入去，行到去 B1 层，首先会见到 Hub DX 电玩城，有跳舞机、推银仔机同埋夹公仔机，都是潮玩区里面冇嘅电玩 item。不过呢度系需要额外俾钱买 game cons。另外增加咗 DX Baby 区域，里面有波波池、砌积木等等。隔篱见到有个装修紧嘅地方，围住嘅板见到即将应该会有方格大战、障碍赛、滑梯等等。电玩城嘅右边就系 Hub DX 潮玩家区嘅前台。首先讲一讲入场门票，门票分几种，有198蚊两个半钟单人票，268蚊一大一小亲子票，夜晚8点后入场嘅夜场单人券168蚊。如果想玩足全日，有238蚊单人全日票，338蚊亲子票，全部都系无限次进出，玩到肚饿，去商场食饱，再翻入去玩都得。温馨提示：门票冇包物噶，有需要可以自备或者现场买。买完飞之后会有条纸手带，扫 QR code 入去就可以。里面分为运动竞技区、社交休闲区、电玩机械区、科技互动区同埋文创内容区五大主题玩区，占地15000平方米，超过100种运动娱乐，由运动馆、电玩城同埋亲子区组成。单单系运动馆都轻轻松松消磨你全日。入场之后，首先可以免费 keep 个人物品，一个储物柜普遍可以放一个正常容量的书包，啱晒大家放低所有物品，尽情去玩啊！隔篱有多张大受欢迎的桌球台，每张台都是玩美式桌球，整体桌球用具 keep 得几好。另外仲有一张圆形桌球台，好特别，唔知大家识唔识玩呢？飞镖区有6部唔需要额外收费的电子飞镖机，而且仲有飞镖提供，但是飞镖相对旧了少少，如果喜欢掉飞镖的话，可以带回自己的飞镖过来大显身手啦。间中还会见到多部游戏机，可以找回意思热爱的游戏 item。 哇，我们见到这个新加入的迷你足球，可以跟 friend 大展脚法，估不到有几好玩哦。这个 Live House 是潮玩区的中心区，不定时会有 Live Show 表演，玩到攰啦，可以坐喺度休息一下，仲可以嗌啲酒水小食。最特别嘅系隔篱有一幅自助精酿墙，有22种精酿任君选择。如果中意饮 cocktail 嘅朋友，仲可以喺酒吧落单。Hub DX 主打轻运动 item， 例如 golf、保龄球、桌球等等，可以享受运动，同时又唔会玩得太攰。另外仲有街机、体感游戏、Switch， 选择好丰富。可以满足不同玩家的游戏体验。休息一阵之后，行过去有多款经典游戏，例如电子 golf、超级刺激的气垫球、射箭、篮球机、赛车游戏、射击，还有坐橡皮艇等等，玩极都玩不完。新加入的一间地心历险 9D 飞行影院，每日指定时间会上映不同的动画片。嚟到最热门嘅 item 之一，碰碰车，每次容纳8部车，每部都可以坐两个人，场地都几阔落，玩完再玩多次，超刺激。如果担心碰碰车要排队，隔篱仲有一个赛马场，同埋斗牛，
玩呢个斗牛，而系需要除眼镜，同埋放低二 D 嘅物品，因为会不停转、不停转，支撑唔到就会跌落嚟。不过放心，跌落嚟系有软垫，唔会痛噶。行过少少，有赛事级保龄球区，同样大受欢迎。呢度采用21公尺嘅标准赛道，有8条赛道，可以同时容纳多组玩家。不过提提大家，开波前记得要换咗鞋先。呢度有专用嘅保龄球鞋，换鞋区属于自助形式，换好之后再同班 friend 切磋球技。隔篱仲有 VR 游戏任玩。潮玩区除了电子 golf 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欧洲很流行的室内 golf 小镇，是这里的招牌项目，自家设计的九个实景 mini golf 场景，增加趣味，给大家解锁 golf 的新玩法。我们试玩的时候感觉好像很简单，但其实是需要小技巧，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挑战。在高尔夫球小镇出来，会穿过游戏魔术方块街，游戏街两边划分了不同功能的游戏室，例如桌游室、麻雀室，另外还有分上下两层的胶囊屋，是街区里面绝对有私隐度高的空间，有 Switch、 小霸王等等的游戏，在里面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减压时间。旁边还有一间 K 房，歌单都算多，中港台歌手都有。穿过闸口去踩 roller 之前，有一部考反应敏捷的机，等圆棍跌落嚟的一瞬间，即刻要捉住。唔知道大家又有冇玩过呢？嚟到呢一个深圳目前最大的室内旱冰场，入到嚟 roller 场系需要买每人6蚊的保险，同埋签翻份声明，填好之后就可以喺隔篱换直牌或者双牌的 roller 鞋，带埋护具之后就可以入场玩啦。这个 roller 场它的装饰充满复古味道，场上有霓虹灯牌、 disco 灯，中央还有 DJ 台，场地大而且平滑，玩得很放心，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尽情踩 roller。 除了放电之外，潮玩区里面还有很多个打卡位，整体来说潮玩区里面的游戏设施比以前多很多，照顾不同人的需要，动静皆宜，大多数的设施和用具依然新正和完整无缺，休息和储物位置都很方便充足，附近还有多间餐厅可以选，而且近地铁站，非常方便。如果你喜欢这条片，记住 like、 订阅、 share 和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下条片见，拜拜。